哇，看一下现在多重。65.9等于是66，这称准的吗？那你让我瘦了。66是多少斤啊？66。哇塞，132。我的妈呀，我现在闪现哪里，时隔5个月啊，我又回到了谭润直播基地。来，就给我看一下，我们今天来这边是开会，开我们的新项目启动会。这我招上了啊！没事，看一下我们现在那个样板店在装修，有很多东西。这个是直播间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老朋友在干活。Hello， 哎呀，李文呀，欢迎欢迎，欢迎回家。你好不容易，我抱起来，抱起来。不行不行，我怕他把我。摔到了怎么办？你在干嘛？我们搬货，收拾直播间。哦，好，下午有人参观。这不你来了，我来了是吗？你们来了点老朋友了，真的。我说来了第一时间一定要找文儿。之前组合搭档，现在还是组合，虽然说有点远程了，现在关系不是那么好了，因为我有新搭档了。没有，咱俩也天天聊天。天天沟通，对，天天沟通。今年目标减多少？今年目标减100。早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又瘦了。出门左转好吧。行，那不打扰你，先干活，我们去开会。行，一会儿给你打电。之前在这的时候，我跟李文，我们俩聊的是这个。行，我们现在去楼上开会。我上次也讲过一句话，你们原来的话呢，是带团队特别累。我们现在上午的会议已经结束了，先吃个盒饭，下午还要继续。现在是6点，我们开了一天的会议，现在要去参观一下我们的样板房，头六八的样板房。丽云在停车，她现在在倒车。加油啊！现在已经回到了酒店，今天一天开了一天的会议，现在脑子里面小数点在那呜呜嗡嗡的叫。看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小笔记，记了很多。如果上学的时候我这么用心的话，可能我都已经是大学生了。回到工作的状态很好，很棒，很喜欢这种感觉。搞搞弄弄，贴个面膜，早点休息。明天呢，我们要去工厂那边对接一些工作，明天上午还有一个会议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今天早上称了一下，从140斤瘦到了7-8斤，现在是132，多一点点，早上刚称的。继续加油，继续减肥，因为我觉得接下来要走市场了，要回归到工作了，形象肯定还是要注意的。形象对于我们做销售的人来说的话也是很重要的。主要是不能太胖，太胖了不好看，还有就是太胖了也容易对身体不好。你们平时都说看着我不胖，但其实我是比较偏胖的那一种啊。我自己身体我是知道的，我会健康减肥，不会盲目的去减肥。俺今天记得都是一些流水，今天来到郑州公司这边呢，也看了很多老朋友，毕竟郑州直播公司以前也待过。行，今天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记录到这里了，明天带你们去看我们常润的工厂。记得给菜菜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强烈推荐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